情。你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我真的，快拿到的时候要转。榜单不是写六个字吗？最近，你最近好像很久没工作了，不然不如回去工作一下怎么样？有点危险哦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是没有办法让厂商把好好当个队友看待了，你知道吗？星宇还是要洗头啊，星宇。那为什么你的内裤会在刘星宇的车上？来，我要这边解释一下，那是我的运动束裤，好不好？我是放袋子里面掉出来。哪一个来 Vito 的人看起来不是很荒谬？我就哪一个不是？好不好？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重点是我还超级想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得不到还最想要。谢雨荣，好想跟你一对，谢雨荣。我是在脑中想过好几次，如果跟他一对。会长什么样子？哎、欸，你啊一下，你就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全明星第四季的黄队的彭尊。耶、yeah! ，投给彭尊。哎、欸，终于换我了。蓝队每个朋友都 Q 我，终于换我来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哎、欸，你很，很多人都讲到你耶。今年贵庚32岁，所以冰淇淋的话，应该还是如果吃冰淇淋是没问题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真的，快拿到了，说要转。彭尊的快问快答开始，一个字总结目前为止在全明星一个字而已哦。对。榜单不是写六个字吗？我才不要告诉你，快，你先想好。生气耶！就是要看你慌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节目看过太多次了，随时好吧，我准备太久了。先叠，好，是不是？好。第二题，你的 YT 订阅数多少？还掉了，爆料。子欣，嗯，子欣在第一天加入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那天要比足球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热身这样，然后哎觉得奇怪，怎么热身不到一分钟，他就在旁边防护员就帮他在按摩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还好吗？因为我们在热身嘛。他说哦，没事，因为我那个还没有热身，所以刚刚有点小拉到，我说子欣，这就是我们的热身。第二题 ，YT 的订阅数是多少？最近有点不太敢看我的 YT， 但是大约在11万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的重点是想问你的，你看最高一题是什么？介绍陈信安。是什么？是你的那个圣诞大战。哦，对哦。对哦。彭队跟彭尊队打篮球的队伍赢。Sorry， 彭队朋友，彭尊队，但是你们打匹克球会赢。好不好？黄队朋友，你们打匹克球会赢，你们打球裤球会赢。尼克、蔡哥、伯恩，推荐一支。好，我收起来吗？对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要增加难度了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这个是你的按摩机吧？我在那边跟所有厂商呼吁哦，你只要业配我一次，每一次我都帮你在。我需要一点防守阵。我们下一阶段要换道具哦，来。我已经换一个还不够，这不是我们要看的。第四题，尼克泰哥，我推荐谁来全明星运动会？尼克。P 联盟还是 P 联盟。基本功好，不行，好走。最近那个魔兽新闻真的在我脑中挥之不去。你现在我快忍不住看，快想去看。像我刚刚说的，某些魔兽里面加入黄队，然后你可以牺牲掉你的一队，然后牺牲谁？哇，你们问问题很敏感哦，但是我已经录了快一季了，我牺牲我自己。不行，我牺牲自己。静，你最近好像很久没工作嘛，不然不如回去工作一下怎么样？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你说谁？你刚说谁？静，你跑不跑很快？啊，我就一定要删掉一个人啊！谁好了？你好了？生气了？找一个比较不会对我生气的人。所以你最想翻锅都打野的经验？就是在打靶的时候。然后波哥就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就说他有朋友叫爪皮，然后就讲了爪皮他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最后呢他就打到靶，为什么？我们就玩这个游戏玩了6分钟哦，然后最后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？答案是阿西拉 baby， 阿西拉 baby， 完全没有逻辑，然后玩了6分钟。你想要没有头发还是没有胡子？没有胡子，而且其实我在全明星有把胡子全部刮掉过，因为我那时候看镜头的时候发现。我的队友都好年轻哦，所以我试着想要跟他们融入一点。谁的颜值很逼你吗？看起来很年轻，很逼你。志宇跟伟哲，哎，你看我国小的时候，就长这样。他还幼稚园呢，你不是就长这样？我说太年轻，有点尊重。你有没有可能会想跳出来解释？我会想跳出来解释。看那个时候心看还是心看胸？先看脚踝。脚踝。因为有些人他是没有，他是一体成型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有些女生她是会。他是会有脚踝，啊，我觉得那样脚踝是很漂亮的。哦，我觉得有真的，我们队上有些女生脚踝哇很漂亮，
他那个上身是摩羯啊，然后说到那，你会想到对象谁？壮壮，哇，壮壮那裤子短到肯定是比我内裤还短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他的写真书有没有去买一本来？有点危险哦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是没有办法让厂商把好好当个队友看待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希望你会想要对象谁？问这个，当然是林香啊。那你有闻过吗？你说闻过他想不想？开始认真回答。因为你知道，到进入全明星，很多女生甚至女神的味道都会因为长期的训练被摧残，所以我们都尽量不去闻大家的发香。有点可怕，被闻到可怕的味道。对，星宇还是要洗头啊，星宇。刘星宇很正，但他私下超脏的。刘星宇最多几次几天没有洗头。林香还是壮壮？壮壮，壮壮还是刘星宇？壮壮，壮壮。那为什么你的内裤会在刘星宇的车上？哎，我这边解释一下，那是我的运动束裤，好不好？我是放在袋子里面掉出来。你会不会觉得你看起来很荒谬？算了，哪一个来 Vito 的人看起来不是很荒谬？我觉得哪一个不是？好吧，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这人是我超级想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壮壮还是紫金？是那个。金同学。啊，邱紫金。邱紫金应该是。是静，你们知道吗？静静还说，哎，那个可不可以在节目上叫我静，不要叫我。我说好啊。我选我选紫心，因为你刚刚掉了太久次，我们有一个 special 来了，叫蝴蝶公主，很搭我今天的造型，装可爱，装可爱一下，算好长这样。大家同心作战，让匈奴绝望。紫心是软绒，哎呦，得不到才最想要，谢雨绒，好想跟你一对，谢雨绒，我是在脑中想过好几次，如果跟他一对。会长什么样子？对，要看哪个对。哇，你们好坏，我好忙。第一题，吃起来会喜欢掉了。爆料，我想一下啊。昨天呢，我们黄队去吃饭，然后因为大家都点主餐，然后我跟壮壮说，不然我们来那个 share 一下，我就是我们两个把剩下的付掉这样，然后我就先买单，然后壮壮说，我再汇款给你，然后我一看手机，他把我的也买掉。哇，壮壮真的很照顾大家。对啊，壮壮真的赚很多哎。最后一题，坐着讲。我现在坐着吗？对对对。私底下你最常跟哪些艺人朋友约打球，或跟毛利坤打吗？会跟，就是其实我们那个 YT 夏季大战嘛，就是我跟奇哥举办 YT 夏战的里面的成员，就是我们私底下会打球的成员。哎，你啊一下，你就这样。好，最后一题。之前阿星来的时候，他说他跟你打球，他一定会赢。可是我觉得相较之下，我应该会赢黄尊吧。抱歉哦，真的。哇，话不要讲太早。阿星，敢不敢我们坐在这上面打一场？好，那我们结束了。阿凡，我没成功嘛，才第二次都没有。对，一口气，不能慢慢的。哇，错乱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好像没有像当初这么想来这个节目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很像妙脾气，在下方留言，然后说我最想要跟最想跟同队，最想跟谁同队，我们就抽出这一张，抽到这张或是那个工作人员的拍立得，没有我的这样。